是这个说。然后呢，本来是说这样，对吧？能冷冷清清的，好吧？再呢，就基本上就要过完了。知道，人家说知道。为什么云团在问我？他们是别西，我懂。是诺兰到列西，然后在这个 TV 到他们云团。这是，今晚上是到机场去，是吗？谢谢你。来，小朋友们给您献个花。这是小鸟窝的这个学校的部长。欢迎来到小鸟窝学校。这是我们外方的院长，孔子学院的院长。各位领导，大家上午好。此月我本机缘方来故意的故意，我代表小鸟窝集团、小鸟窝全体员工和学生，非常欢迎大家的到来。中国以来是马达加斯加的友好伙伴，孔子学院和小鸟窝学校孔子学堂一直致力于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传播。通过此次的考察，你们会感受到学生们对中国文化的热情。感谢大家。希望中马阳光鼓励，共迎中马友谊黄水。
讲吧。好，好的，好。好，我们继续上课。好，现在跟老师一起读。我烤鸭是北京的名菜。它是北京的名菜，我爱你吃锅呢。我们应该去尝一尝。28号晚上我没事，你呢？不行，有朋友来看我。30号晚上怎么样？可以，走吧，走。好。好，现在我们用这个梅将冻子将过，用什么招锥子？请这位同学来。地铁，我没错过地铁。好，谢谢。好，现在文具，招锥子，就是两个同学，这两个同学先用这个冬子加后加一个妈在后面。好，请你来。蛋糕没有，我吃过蛋糕。好，谢谢。摩托车。海南，你经过摩托车没有？我经过摩托车。很好，谢谢，都很好。好，请坐。谢谢。学好汉语，将来成为两国人民友好的使者，文化传播的使者，为中马友谊做出贡献。祝你们学业有成，将来事业有成，祝你们全家人幸福安康。谢谢。要感谢校长啊。谢谢妈妈的班啊，一代更比一代强啊。